哎呀妈呀，那小狗拽那个骂我，不知道啥可能吃我叼出来了呢，可淘了现在。黄豆，走啊，走吧，出发吧。我们去今天上虎林买一系列东西，好像还不一样，窗帘、床，然后沙发、茶几，婚庆，等我再问问你那个阿姨，婚纱阿姨，她家姑娘不知道是哪个婚庆公司，看看呗，然后先问一下。对，今天调节还给那什么问了一家，我们准备去看看，要是好的话就反正就再看看呗，这个东西。先不要现在不要定期看，看看到回来咱们还定一个好的。行。哎，那窗帘姑娘也要买厚的啊。好。你要那个不能太拖地的吧？是2.5米，2.5米的话，两米五就是现在买2.5米，对，就正好的呗。对，2.5米就正好。咱家那个卸下来的窗帘都是2.5米的，是吗？但是我感觉这个房子好像比咱家楼上高了点。宽，它不是高。是，它是高。咱家楼上那个都拖地了，这会儿还留一块距离呢。就正好贴地面，就没有那么长。稍微不让它拖地，稍微让开点。走吧。你要是买轻的那不行，轻的好看也不行。还得买厚的，厚的沉它垂。而且这个光也好。走，快走吧。走了，出发吧。黄豆，走啊，上虎林呢。啊，黄豆豆，他妈在家都不吃饭的。那他还在这还行。他小，他可能不知道啥。你妈在家都饿好几天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看啥都不知道，还在那玩呢。穿这么少啊？我肯定不穿这么少，我穿外套啊，我出来迎接你俩。不用迎接。我寻思你好像。我原谅你了。我好像虎，我穿这么多，我不穿，不是我不走。他不走。我怕你冷。亲妈，我知道了。不是捡来的这一看。走吧。我以为你就穿里头那一件，好像老 baby 们多少有点傻。老 baby 们，你不冷吗？啊，我可以上车呀。不冷啊，跟他唱歌去。走吧，跟我们去趟大城市。好，一元。你快别一元一个了，你指的道给明明都快干吐了。不是我指的道，前面你就那轱辘就颠，他就已经晕了。挺舒服呗。我们哎，我们头一次来虎林，好像没那个啥哈，没先吃饭，没先吃饭啊。我坐这边，干啥呀？你俩坐那边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个王亮来顾客了啊，快点啊！是这样吧？你要放堂歌就直接。两个事儿这么高。咋的？不能给我看看呗？你看他干啥呀？就没我事儿呗，我到时候去当工具人完事儿了呗。放散他，这工具人太颓废了。刚才还问那个司仪怎么样呢？怎么的呢？你要满眼期待。对，满眼期待。你能看着我眼吗？你先提，先不提满眼期不期待。别坐那，你坐那，别出声，这么神圣。对。就是你先闭着眼睛，然后嫂子一出来，你眼睛还睁开了。明明能看出来我是睁眼还闭眼。你先闭上，先闭上。闭上了吗？闭了，比较多。啊，我睁着呢。可以灯了吗？开了吗？可以灯了。好看吗？哎，这件好看。哎，真好看。这件好看。挺适合你的。非常好看，好看。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？好看，我们被你这个美惊艳到了，真好看。我跟你说，就是流行的那个芭比公主的那个，可流行了。这个真好看。哎呀妈呀，还没化妆呢，今天。然后会鼓掌。好看，好看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跟我想的差不多，反正。跟你想的差不多啊。我看看你。干啥呀？看看那表情，看我眼神。你穿这件贼有范儿，真的，女王范儿。啊哥，这个好看吗？也挺好看，你转过来呗。我有点转不动。你这样式测试转过来就行，不用整个转。我整个啊，你微笑微笑就行。你躲着。转了，怎么能笑我当害呀？哎，这个也挺好看的，所以说婚纱还是得试。对。
哎，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看的，还比刚刚那个还好看。你要不要穿一件上去试试？我不配。要不你试一试？我不配，不行。这个也挺好看的。啥你都好看，好看。今天都比较好。嗯。这个好赚了。对，这个好赚，这个我可以随意赚。来，那、嗯、那个赚不下来，坐床。快，你那上。简单大方。表现你的时刻到了。在家这个床可能没有这么亮的灯光，你就得选稍微亮一点。嗯。因为宾馆灯肯定是要暗。但是我觉得门口那个也行。饿了。我先吃饭去吧。我干正事儿去吧。吃完饭再。吃完饭再说吧。大虾一元一个。你不是那家吗？都行，我你们带哪上哪吃。两大功臣，中午带你们出来了，撸串来。太好吃了。你是饿了？没事，下个就轮到你。对，这是按年龄排的吗？对，按年龄排的。万一小明明首当其冲跑我前面了，明明不行啊，按年龄来。我为了你，我也得怎么着？我们是按年龄来的。姐姐不结，妹妹不娶，找对象啊。嗯，特别多的要求，不像人家，我就喜欢这个，我就喜欢的要命，我就非这个不可，我不穿别的不行，我没有。都大同小异，差不多。嗯。对，又不是说，嗯。今天，今天唯一遗憾的是，娇姐没试个那个小迷彩的。我，你等，你等，你再等两年。他试，他不跟咱们来试了，跟别人试去。不，我们先可以考虑一下。等我们有对象了，我就领我妹来试，都不带你。你带着，我是司机，你妹我姐夫当司机行，当司机就允许了。哎，你看怎么的？我这我换个司机都行。就是家里这么多司机，差你一个。我自己又不是不会开。从我从现从一会儿回家我就开始学开车，等到时候我给你当司机。你对他的水平你敢信吗？敢信。我都不敢信。你那水平咋的了？比我好到哪去了？你在家窝着吧。完了，不，你不能让他窝着，他不还得给你做做那啥吗？做席子吗？厨子，啊、嗯，你只配做厨子，掌勺，掌勺大厨。完了，你去拔萝卜吧。